专业车衣车库，安全帽上还贴着之前参加一日北高的贴纸。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这次不挑战极限，改走慢活路线，推广花莲观光。Go!人踏到花莲，但却没有计划跟国民党立委傅昆萁和花莲县长徐正伟见面。近期热门话题花东三法，柯文哲也表态：花东三法是这样的，其实三个应该个别讨论的，没一样哦。就是台湾民众党态度是很清楚的，我们对花东块哦会优先支持。至于说什么环岛高速铁路，这个有一点，我觉得有点天马行空了。这个还要算合理不合理？不管是国道六号东延还是环岛高铁铁路，强调民众党会按部就班，不会主张用特别预算。但对于总统到立法院国情报告，柯文哲主张按照党团方式进行。同问同答的，也没有这个，其实也是要比较务实一点的，你不要搞那边作秀嘛。我知道，我再如果可以执行总统，大概每个立法委员都很有兴趣。目前的护议案哦，看起来很像政治口号，没有这种实质的内容。认为复议案没有清楚论述，很难说服人。柯文哲花东二日游要帮忙观光，外界也在观察会不会私会傅昆萁聊政治。三立新闻吕彦玲、陈焕强报道。